接下来我们要来公布的是专业猛鬼组。首先要恭喜到的是佳作第二组魅惑鬼母，接着是第九组，恭喜第九组来到舞台上。哇，非常的用心哦。接着是第十九组13号星期五，好，以及第34组僵尸好辣 Love 辣，哦，好，在这边呢，恭喜佳作获得奖金5000元。这边也有请吉祥朋友们站中间好吗？哇，梦幻世界非常可爱哟、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。OK， 好，古筝搞什么鬼？耶、yeah ！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往右边请。好，慢慢走哦。谢谢我们的卷妈咪，也祝你顺产哦。好，接着要公布的一样是我们猛鬼组的佳作。首先要恭喜到的是第37组花贝儿，恭喜！第38组鬼鬼爱你，恭喜！以及第43组玛丽欧大战梦蛙，哦，这个队名很特别哦。好，来我们。邀请美丽的局长帮我们站中间。好，佳作呢获得的是奖金5000元哦。好，来这边还有，来我们稍微微侧身一点点，尽量往中间靠拢一些。啊，玛丽哦，我们更是平常在电视里、电影当中、卡通里头才看得到的。好，我来比一个爱心，否则搞什么鬼？呀、yeah ，获得佳作5000元。哦，加菜金哦，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都会非常的开心，谢谢你们，感谢。接下来要公布的是季军，恭喜第39组可卡乌哇啊，恭喜季军，呜、哦。是专业猛鬼组的雅居，要恭喜到的是第15组，他很奇异，哇！掌声在哪里？太厉害了！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所有的大小朋友，你们的心脏也都很强，是不是可以给自己还有我们的得奖者一个热情的掌声？前方摄影师，大家不要害怕，来，我们人多势众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恭喜！古筝搞什么鬼？好的，哎，我们刚刚看了季军、亚军，我相信我们现场的朋友都跟主持人我一样，非常的期待冠军，对不对？局长很本就很期待冠军，已经在偷看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公布冠军第10组。老梅与小梅，恭喜获得冠军的奖金50000元整。
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好，谢谢你。好的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公布的是人气奖，刚刚就跟现场的民众、大朋友、小朋友一起来做互动，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人气奖哦。我觉得今天现场人气奖也是竞争很激烈，那接下来就要先来公布趣味组的人气奖喽。首先恭喜的是第23组搞怪对不对，热情的掌声恭喜，哎，厉害了，搞怪对不对。好，以及第77组玉女独秀，还有第79组鬼杀队，哇哦。好，接着是专业组的人气奖，恭喜的是第2组魅惑鬼母。好，我们往中间靠拢，我们慢慢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排在中间，稍等一下。接着呢是第39组科卡乌巴啊。好，还有专业组的第22组，专业组的第22组13号星期五，恭喜。带领我们所有人气奖的获奖队伍，看向前方的摄影师，府中搞什么鬼 ？Happy Halloween！